你给我下来哦！我是不是要拿草丛棍才行啊？我砍不到他，没带闪光弹哦。我有点不想用在他身上，但是这是你，这是你逼我的，你下来吧。来。啊！我要飞出去了吗？我要飞出去啊！嘣！哎、欸，打空战了！他睡着，他睡着了！好，冷静，冷静！没事的，冷静！让他睡着前，冷静！你要干嘛？好，我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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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哈！哦！哪有？哪有？叫啥？别叫！我被戳下来了。哪有？哪有？再一次，要走啦！要死啦！好了好了好了，是残爪，太差了，他下海了啊！抓他！不要再打！干死杰克，就是你！这你要抓？抓抓抓抓抓，那就抓、啊！结束，打残爪、啊！啊，怎么跑了？他看到有人被抓起来，吓到，快跑哦！真酸哦！加油，跑一点啊！哇，还点什么？他还在跑。我打完了、欸、太久了吧？我们都打完了、欸。我怎么会忘记关？天哪！想说那个声音听起来是像是 CPU 过载。啊，因为《剑山》是个优化很烂的游戏。那你还玩？那你还？对啊。我不玩呐、啊，我不玩，我是帮别人玩。你就那你为什么帮别人玩？通通移除。像、啊、他叫你玩之后，我已经移除了。哎、欸，为什么我还在这儿啊？你在哪？你是不是没有回到集会所？你直接按 Tab 跳出去，对不对？嗯、你刚刚有没有按返回至集会所？有没有按？没有，对不对？啊，我是第一个啦。啊，对啊，那是没按啊。我跑出去看那个游戏跑完了没？那你就是没按啊！我错了，跑快一点。他说在四分钟。好哦，这么麻烦的游戏还不能直接登出？不要玩了啦！忍受，他们头上有惊叹号要接吗？都接啊，有就接啊。对啊。嗯，那都是增加你材料的东西呢。吃吃吃！好久没拿了。安安，今天开到十点而已。哦，所以已经到十点了。没有，到十点而已啊。杰克到时间之后要录影哦，我们其他人没有录影就可以继续开下去，继续陪他刷。好，对啊，你看酱油，你陪杰克时间越来越少了，还有十分钟哦。啊！在玩其他游戏啊，移除了啦，没玩就移除啊，浪费那干嘛？干嘛花时间帮别人练啊？哦，对啊，你看还浪费那个电脑容量。对啊。呜呜呜！你
就是还是想玩啊，讲那么多。没有，没有那就删了嘛，讲那么多。砍掉了啊，这没有玩的游戏留着干嘛？对不对？对不对？快了，再两分钟就可以关了。不是，再两分钟就可以删了。感谢礼物。对啊，聊天室没玩就直接删掉了嘛，对不对？前任留给你东西干嘛？丢掉啊！没玩东西干嘛？删掉啊！干嘛留着？哦，对不对？酱油真是都过期的东西了，你还跟吃哦？什么？你答应我们啊？会不会删？你看，就是不想删嘛。傻笑啊啊，还傻笑啊！哎、欸，什么？你说啊？哎，转移话题呀、啊！我他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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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话，你说啊！跟你说，他移除是不是？他移除是灰色，是不是？确认也是灰色，是不是？哎，艾琳，都是那种不能按的按钮哦。还有什么话？啊！才一分钟都可以关了。哦，不是移除哦，你先进来啦。你先跳过来，我们全部都在等你哦。我要先走了，我要出发了。你就在集会所上面了，想骗我？我在看，因为我做好整套了。然后嘞，你这打一场是没差哦。好好好。女生那么烦哦。哪有？我说女生都这样吗？地图炮。哇，好，这地主炮有点，嘿，那是要不要进来？哦，好，我进来，搬家啦，吃什么？反正你打不到龙啦，靠，要吃了啦，你还在等那个嘛？对嘛？哇，没带子弹，一看子弹都是空的，真棒。哎，补给箱的东西可以带出去吗？有特殊符号的才行，也才不行。嗯，你看到右上角有很像蜘蛛网符号的那个是场地限定，常用的，就这场。哦，其他的就可以我不是有教过你吗？你把那天晚上教你都忘记了哦。没有啦，因为这个游戏不是剑山呐，所以他记不起来啦。对啊，是一次吸收太多了，这是借口，借口，这是借口、啊，你听到吗？他的借口。对嘛？他应该就在这里才对啊，然后他飞走了，我很难过。你拦不到他。对，走喽。哎、欸，那个深海结晶在哪里？就这里呀、啊！你要挖石头，这里的矿石，挖石头。那我要找石头。不要吼！好屁哦！感觉需要耳塞了，有没有？哪有？你要去哪里呀、啊？陪我玩玩、哎、跳音乐你看干嘛干嘛播这一圈的音乐什么那什么那什么厉害吧你会用圆吗厉害吧有点猛欸那什么白痴哦、喔、就那个啊恶魔猎人那个啊哦没打算，我只是在看武器而已。消气啊，消气啊！叫你，哎呦！叫你消，叫你消，叫你消气！还不下来，还不下来，还不下来！消气，消气，消气！你看，再不删游戏啊，把你打跟这样一样，就像这样啦。他要走了，他要走了。
再不闪啊，再消气啊，不要下来了。阿外捕获嘞，换陷阱嘞，阿外加。哎、欸，给我！我把追求丢下去了，不要下，丢不下去，丢不下去！啊！我棒，我棒，我棒！啊！太次了，够了！干手是你啦！快点再丢！我没了。旁边上有个陷阱呢、啊。没有啊，那是我的陷阱哎、欸。哎、欸，回来，你给我登来哦！啊，被咬死！哇，他被咬死！不是我戳到他，哦，你戳到，那都是被那个船爪咬死，浪费三个电，太夸张了、哦！真的，怎么再不戴耳塞？我有耳塞好吗？哦，不是，不是这一套。哎、欸，是捕获到吗？还是捕获到？哦，怎么不能挖？关掉啦！太好了！哇，打完啦！两场了。哦，不行，这个不好拒绝，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不是电话、啊？不是啊，哈？什么电话？为什么不好拒绝？为什么不好拒绝？因为那个之前有帮过我呀。哇，欠一个人情就可以永久下去，是不是？那你欠我多少人情？你说。不要这样。哇。打主帮你很多哦。呜。还是帮你很多，还是只是帮你拿一个碗之类的而已。只是请过你吃一次饭而已吧。不是哦，是因为这个就是有关生命吗？如果有关生命，就真的是有点可怕了。怪我的，我要打飞雷龙耶！打、啊，在旁边看你打。没了，飞雷龙是。你还要飞雷龙干嘛？我看一下啊、喔，要做脉冲攻二啊。啊，我那时候不是问你说，你确定一等的材料都够了？你说够了、啊。我要二等的呀。我看一下有没有。他说是要飞雷龙的电击针。啊，我那时候有问你材料是都够了，你说够了。我不知道哎、欸，他现在啊，是因为我后面做了一个飞雷龙的。我说两个人的哎、欸。我去看一下好了。我怎么会这么机灵啊？你们都有装上面模组，我没有。我下去看。我来跨买。我有啦，是什么游戏？我有啦。无聊，好。因为那时候被打太痛了，我就做了飞雷龙的衣服。调查。我的主武器，锤子啊，刀子跟锤子啊。参加任务没有任务，阿威啦，我在三剑山呐、啊。钢刃，想说我的武器怎么没有白将？之前没换。哇，福克隆的衣服看起来好温暖哦。很热。哎、嗯欸，我说，这只、嗯、说什么？你进不进来啦？这只怎样啦？你还跑来跑去？那只爱小鹿是穿什么呀？那个是明灯笼，最后一只、啊，很后面的，最后一只，主线最后一只。长得好可爱，长得好可爱啊！他有很大啦、哦他的头是麒麟，对啊，
啊，混这混搭、啊，这头也好可爱啊！就麒麟哦，麒麟啊，麒麟的衣服 也很漂亮。嗯，那、no、这我应该还没有到吧？你都还不能打，麒麟是古龙啊。嗯，好，你快可以了。真的假的？我进哇，有下回 HR 十三的时候就可以了。嗯，刚删掉一大堆麒麟呢。麒麟他现在还打不动啊，他 HR 不够啊。知道啊。HR 是什么呀？等级，就是等级，你的等级。哦。摸一下，有了有了。到底走哪？教主上面。哇！跳空了，有人摔下去喽。哇，这里简直像云霄飞车啊！啊，你不是才常来这边玩？这你最熟悉的地方呢？对啊，你为什么都要假装成新手？你的弓不是拿了几个小时了？不要假装新手。每个人都要有谦虚之。哇，我摔，我那么高跳下来还没死，我简直是超人。你不要每次都让我回答一样的问题齁，就跳不死人齁。啊！哎呦，还得被怼，还是被去怼，去找火龙哦，他找火龙玩。啊，火龙嘞！看到无敌的，啊！你要对我徛你个路，转、哦、来哦。啊！给鬼给！哎、哦、呦！无代志，无代志，无代志。徛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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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加。无代志，无代志，别来啊，别来啊！哎呀，来啊！错死。好了，我觉得他要死了、欸，差不多、哦。哎、欸，他骷髅，骷髅，骷髅了。他骷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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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骷髅。等下，等下，我听，我听，好好好，我听手，我听手。骷髅，骷髅，骷髅。骷髅，骷髅，骷髅。超快，骷髅，骷髅。我们是少一个人啊。嗯，那个人他还在逛街。我在路边、啊。我们看一下，他还在十五号，哎，他捡材料了。四号给他捡材料了。他捡了子弹。欢迎酷安。我捡了很多材料，包包满了。我好吵啊！我还在吵布哎、欸。怎么了？啊、我要确认背景，好。看牙科的脸，看牙科的脸。来来，我贴在 general， 嘴巴张开开啊。对，牙齿哦，丑死了，好明显哦，蛮有趣的、啊，有够霸气。还要再一次？你确定是再一次吗？不是再两次吗？再一次，刚掉一只耶！搞不好不再掉啊！啊，那可能要再几次？那个针应该是要破坏头啊，那破坏牙齿吧？嗯，哦，牙齿哦，断牙齿。它的材料是要破坏特定东西才会给、啊。有些啊，有些是这样。嗯。我还以为是随机掉哎！啊啊，算了，不讲了。嗯，我都跟你讲，有些东西是要破坏特定部位才会比较好掉。
它会有额外加成、哦、加成的效果啦。啊，我想说就是可能没有破坏，它也是随机掉，只是破坏的几率更高，这样。我也是这个意思的说。好啦，所以你剑三删了吗？删掉了。哦，真是尾巴哦，是哦。它删掉也会很卡呢、欸，它删掉流量也是、那等一下结束后删掉。对啊，我靠。你都已经这样讲了，那就删掉啦，浪费容量啦。对啊，我怎么看到一个蓝色的人是卡在地图外面啊？蓝色人卡在地图外面，我看到蓝色箭头是卡在地图外面。哎、欸，对，在上面的地图啊、喔。对啊，你怎么了？嗯，他是在上面。你是被丢包吗？你是不是跟我玩不同游戏、嗯？你是不是还在剑三？没有啊。啊，我刚忘记补那个。可是 我只能在这边呢。你应该有路可以出来。你是被丢包吧？你按 M 吗？嗯。哇、啊！一下，两下，嗯、三下、啊，四下，呼啦！错死你！哇、哦！竟然需要。橘色了，哇，没跳到哦！不要再找火龙了，你又跳下来怎样？啊，你又下来了，啊，你又上去了，干什么干什么？